刷条狗拍的都比你好看啊。拍的怎么跟狗屎一样？哎，老师你好，我可以给你拍两张吗？嗯，我是一个摄影师。嗯，你现在要走了吗？刚散场，我得走了。很快可以吗？我就拍个10分钟。今天 cos 觉得很好看。是吗？对，很还原，我觉得。那你今天 cos 是谁？今天 cos 是马西马。走，我们找个地方给你拍两张呗。嗯，行。走。老师，你平时拍哪边脸比较多？拍右脸。右脸，我觉得你两边脸都一样好看。有什么姿势吗？有啊。有，你来一个。好，这个角度绝了，我给你来一张。去前面那边吧，那边柱子那儿，给你拍一个酷一点的照片，可以吧？可以啊。走，你是我今天抓过最好看的 cos。是吗？可能感觉大部分 cos 都比我吃的还原哎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今天这个真的很还原。啊，真的吗？对，你今天出的是哪个 cos 来着？马奇马。啊，马奇马啊，马奇马啊。好好好，你就在柱子后面伸出一个头来，然后对，再往后面退一点。哎，这个姿势很帅。哎，再头再伸出来一点。哎，对，哎，我抓拍一张，很好看这个姿势。老师，你知道那个很火的神秘少女吗？我给你拍个那个，我这两天刚刚从网上学，你知道？啊，可以呀。你站在这个灯下面。嗯。对，然后我给你开一个广角给你拍，你来一个祈祷的姿势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可以，你冲着我啊，可以。哎。可以看一下吗？你拍我现在等，要不等一会儿一起看吧。我给你拍最后一组，我给你换个滤镜行不行？拍那种氛围感的，行吧？你稍微笑一下呗，我给你拍一个特写。你们还没有拍过特写呢。哎，这个笑容好好看。对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我现在可以过来看照片了吗？可以可以，就拿着这个往前翻就行了，应该还不错吧？你看这一张，这一张滤镜的就很 OK 啊，我觉得。拍的怎么跟狗屎一样？哇，把我这么好看的脸，啊、还有这个滤镜，你跟我说调一个好看的滤镜，你给我调黑白的，你想让我回家打印出来裱到墙上吗？没有啊，就那这张呢？这张好看吗？就是神明少女的感觉，有没有给你拍出来？神明少女，我看我是灵魂出窍。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呢？你要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颜值。我审视你，我直接就是菜就多练，你敢偷给我删掉？那不行的，那我给你拍照是免费的，删照片50一张，这是我们的行规。